然后扣余友的薪水。猜中余友三个人，对，瞬间跑到没半个人。开播了，你麦克喇塞啊，我的收音都收进去了，真的啦，开始了哈。Hello， 粉丝团的各位朋友，大家好。经理最近真的是超忙的哈，所以啊，其实有安装，但是没有空开直播。但今天这一款车特别特别的稀有，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小活动哈，就是要按赞，然后加分享，是不是？留言，我要留言。好，那题目啊，题目就是这一款车哈。来，车友们来猜看看哈，这到底是什么车？我们先把后箱把它打开好了，后箱我要打开了哈，哎，打开了，打开了，有打开了。来，这台车还蛮特别的啊，题目不小心露馅了。来，这台车哈，不知道啊，是不是装错了哈？引擎是在后方哎，有没有车友知道这个车是不是组装错了？引擎是我们正常是在前面哎，啊，这台车怎么引擎是装在后面？能不能有车友们哈，让我了解一下这台的引擎是不是装错地方哈？那其实这一台是很蛮经典的车款啦，在头文字 D 上哈，其实是有过这一台的踪迹哈，但是应该是世代不同，因为这一款车呢，一共有分三个世代哈。但是自己去猜哈，来，看不到吧？哦，看不到，看不到。好，这款车的避震器啊，前后都是一个麦花臣的悬吊系统，但毕竟这是比较一个小跑车的形式啦，所以在 KT 的设计上哈，我们前面跟后面呢都帮车友啊来配置是鱼眼上座。那鱼眼上座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它的前面跟后面的 camber 哈，都能够微幅来做调整哈。那前面的话啊，车友原来也有改装了其他品牌的避震器。但今天车友的诉求啊，哈，比较偏向它需要比较舒适一点的设定，所以在阻尼也好，在弹簧的配置也好，都是采一个比较低磅数的一个设计哈，包含前面弹簧的一个设计哈，我也是配了一个灯笼状的弹簧哈，让它的一个乘坐的感觉啊，会更偏一个舒适的设定。可是阻尼的话，再怎么说，这个都不是一般中大型的房车哈，所以阻尼的话有在特别配置啊，让它的阻尼能够在比较激烈操控或者是开山路的时候能够更趋于稳定。好，这个是前后都是鱼眼，然后前面的话我是配了7公斤，后方的话是一般要舒适的话是下限哈，可以配到5公斤，那一般的话6公斤、5到8公斤的话，大概都是这一台车后方弹簧的配置。好，这个是原先其他品牌的设定。那车友的话，其实车上也都很多好料的哈，包含了这个铝圈。好，铝圈的话也是，这个也都是高档的知名品牌哈 ，SSR 的，这个都超轻的哈。然后这个其实它算是一个后置中置后驱啦，哈，中置后驱的一个设定啊，所以都是一个一般来说有的是把它称之为Toyota 里面的法拉利哈，所以它的引擎配置的话是相当相当的特别哈，动力的话其实以当时的世代来说也相当的不错咯哈。那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它的动力改装啊也有很大的潜力哈，很大的空间，因为 Toyota 的引擎里面有很多的系列哈都是可以直接做改装的。好，那它是一个后来这边有看到传动轴哈，后驱的设定哈，中置后驱。那后方的弹簧经理只有配置5公斤而已，因为车主有特别诉求是要舒适的哈，所以我们后方弹簧才配5公斤。那这里有一些油管固定架，这个车已经特别特别的稀有了，但是我们不是做通用型的规格，是专车专用的规格，所有的油管固定架，所有的一个感应线，这一台应该是没有 ABS 的哈，所有的油管固定架都是跟原厂一模一样的位置。那后方跟前面的悬吊设定啊，都是麦花臣的，好，都麦花臣。好，这是后面的设计。前面的话，它的这个叫引擎室吗？不是哈，这个叫置物箱。哦，它的置物箱的上座哈是在这个地方。好，所以它有一个
微幅的 camber 啊，可以做调整，因为它的上座的本来的体积就不大了，所以我们在调整 camber 的时候的角度啊，其实不多，但是都还算够用。因为除了这个上座的 camber 可以做调整之外，在下方的仰角的固定孔里面也有上孔，也做了一个椭圆孔，可以做 camber 的调整。如果这个角度不够，下方还能调整，所以角度的话应该啦都还够用。那前面的话，在上座的上方这里有一个旋钮，这个旋钮就是在调整软硬度的，从这个往顺时针的话变硬，往逆时针的话是软。这台车的设计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啊都是跟跑车一样，譬如说这个电瓶，一般的轿车可能我们摆放的位置呢不会那样的讲究，但电瓶一颗这个算小颗了，大概也有接近大概快20公斤，可是为了让这台车的重心啊能够往下延往下挪包含我们像Subaru的水平对卧引擎，为什么要用水平对卧引擎？就是它的重心能够往下移。还有特斯拉的一个电车系列啊，它的电瓶都是平铺在底盘上方所以重心下移的话，其实对整体的操控都有很正面的帮助。那像这一颗电瓶的话，它不会设计在比较偏上面的位置，它让它设计在比较偏下面所以有很多的巧思啊，都是像这样的小跑车在设计的时候，让它的重心能够往下移就会更利于操控。这个车头超级经典，大概90年代都是这样的一个可以掀眼睛的一个设计非常非常经典。车主的话，这台车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做改装因为真的是够经典。那前方的话，弹簧的配置这里有一个小地方比较特别，这个本来是一个油管固定孔，我 KT 的话连油管固定孔都是做这一款车20系列的，都是做专用的规格，但是这个已经改了金属油管，所以看起来它的密合度的话没有那么好，因为是有做改装，但是还是有地方可以做固定哦。那前面的弹簧我们配置160长7公斤的规格啊，前5公斤，抱歉更正一下，前面为什么才5公斤？会不会触底啊？会不会太轻？因为它前面没有引擎的重量啊，所以这一台车的重心啊，其实整个都是在驾驶座后方所以它是中置引擎，它前后走的配重啊，车友们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因为这个车很经典，所以在 Google 上的资料啊非常非常丰富那前方的话才配5公斤，后面的话也因为是比较舒适的关系，所以我们配置5公斤。如果要稍微带一点性能的话大概5到8公斤，都是很适合后方弹簧的设定来，那至于比较特别的地方，这个后方如果镜头从这里拍的话，后方这里有一个离载栓它的固定点也很特别。KT 的话也没有修改它的设计，直接沿用原厂的一个锁点所以离载栓的固定点是在这个后方。这样的设计其实不多，我们在宾士的应该是 WB 系列B Class 上面的话就有类似这样的设计，这样设计真的是不多一般的车款它会设计在避震器的两侧像 Golf VH 车系的话设计在内侧那这个车系的话是设计在跟轮胎是平行的方向还蛮特别的。但这个固定孔其实只要我们在转方向盘的时候，它的离载栓能够正常作动的话，那固定在设计上有其他变更的话也都还可以，但是 KT 的设计是做跟原厂一样的位置它的完整度的话才会比较高一点点。那这款车的一个驾驶起来的感觉就是中置引擎，我经理只有开过2代的，这个3代的话其实经理也没有实际没有开过当然了，这种小跑车整体的操控一定是非常有乐趣在山路上我想不输一些像206啦杀手这些在很经典在山道上的一个性能车款那记得我们今天有活动如果车友知道这一款车是什么车型，但是这一款车有一共有3个世代如果车友们猜对的话才有资格来抽奖那抽奖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明天好吗？好啊。好 OK， 那如果我们会设一个截止时间那抽奖的时间就设在明天。
啊，欢迎车友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活动。好，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拜拜。